下一个，哎，同学，看一下电脑。哎，你是照相。来下一个，在录影。哦，在录影哦。嗯，要不要参观一下？来啊，上去参观一下。低压吸二五，那就是遇到你。
他编号之后呢，哦，总共574条，那他称之，我们称他为弗朗克维线，弗朗克维线。那这个弗朗克维线呢，这个秘密呢，一直到了那个克西和夫在1861年的时候呢，就本身哦做了一个实验，那这个实验它就是把太阳光从这边进来，然后呢这边哦放了一个钠，哦放钠这种元素呢，然后把它燃烧，燃烧以后呢它会发光嘛，这个时候他发现说哈，这个太阳光的这个光谱线里面这一条黑线跟钠的这条亮线是在同一个位置，然后他就怀疑说啊，是不是说这条线？哦，它这条线呢，是不是代表说太阳上面有钠的存在？是这样子。后来呢，他进一步再去分析哦，氢啊、氦啦、啊，哦，还有其他的一些元素，哦、再进一步的分析哦，发现说呢，这574条黑线都跟某些元素，地球上的某些元素有关。那意思就是说，太阳上面呢是具有那些元素，都可以从这些黑线里面去找得出来。可以了解吗？哦，那这个就是它这个光谱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意义。哦，所以说像我们一般来讲，像我们看一下碳呢、氮呢、镁这些元素，哦，它的光谱是这样。那我们周期表上面，周期表你知道吗？周期表上面所有的元素呢，它都有自己独立的一个光谱。那我们就可以拿一个工具，辨别说，这个光里面呢，好，含有哪些？好，那行。那个红色的喷出来有没有？那个叫做日食。看到这个，你知道这个吗？其实就是这一小部分，就是这一小部分，太阳的表面。哎，那你还是厉害哦。我做的给你。来，我把它弄低一点给你看啊，这样可以吗？然后要换一个啊，这个他已经拿过了，对不对？我们看一下啊。好，请问你看到的是什么？啊，日食能够更清楚吗？更完整的。日不是环食。哦。日全食，对，答对了。可是哈、哦，这个图里面要展现的最主要就是说，日全食它有一个瞬间会出现，它旁边的那个光会出现像一个钻石戒指的样子，有没有？哎，那个是。日全食里面一个很短的时间才会出现的，所以很多拍照的人都会抓这个时间来拍照。